走，警察！站好，开枪！男子一看到警察，立刻拔腿狂奔，远警在后头猛追。男子跌倒在地，警方抓准时机，猛扑上前将他制服。站好，站好！和尚，你现在有什么？眼看男子还睁眼说瞎话，霹雳小组持搜索票破门攻坚。远警仔细搜索黑帮的每个房间，蛛丝马迹都不放过。这个堂口趁着疫情期间假租屋真诈财。驻联邦成员在网络上刊登台北、台中地区勾集社区的假租屋资讯，在假扮房东称因为居家隔离中无法带看房，同一套房有意愿的人很多，如果先付定金结个带看后就可以优先承租，让被害人信为真，分别汇了1.5万到3万元不等，总共诈骗数十万。疫情期间哦，他们所有过去的维持的地方啊，都已经被停业了，所以他们没有他资金的来源。疫情期间，黑帮维持八大行业受到影响，帮派成员竟然把歪脑筋动到假租屋诈骗。警方查扣涉案的电脑、主机、刀械、棍棒、工具等等，将6名嫌犯移送法办。记者陈家灿山新北采访报道。